系大哥，大哥，而家你就系洛杉矶时间嘅晚上11点钟，咁大陆咧就系星期二嘅下昼，2点钟啦，2点钟啊。OK，而家食宵夜咯，而家我呢度，啲时间过得好快啊，今日吓，咁又到11点钟啦，咁样再过一个钟头咧就系、是。要12点凌晨啦，咁而家趁早食宵夜先，应该冲咗凉啦，咁样。好，过去睇书嘅睇书，过去睇录像啊，睇录像啊，食嘢先。哇，呢嚿乜肉嚟噶？哦，呢个排骨肉嚟噶。我係又浸都唔肥，冇辦法。喺國內又唔肥，所以喺呢度又唔肥。啊，講實話咧，如果而家我係肥嘅話咧，就係好唔正常。因為咧，我從細到大咧都係咁嘅體質。咁如果而家突然間發福，即係發福啊，咁並非係好事嚟噶。咁因為你最緊要一個人衡量一個人健唔健康咧，就係要睇你嗰個體重有冇，即係有冇。突然間轉變啊！咁你一向都係體重都係咁多嘅，咁你冇變化咧，咁你證明冇問題。如果你平時咧，你係唔係瘦嘅，突然間變瘦咧有問題；如果係瘦，突然間變肥咧都係唔好嘅。特別人到中年發福咁，其實所謂發福咧，其實有啲人咧嚟講咧，就佢並非話以前好瘦嘅，可能當時瘦係由於可能。營養唔好好嘅大陸，但係都係唔係瘦到好似即係咁樣一樣嘅。咁洛杉磯啲鬼佬啊，你話有冇瘦嘅？特別我係做過按摩嘅，其實你啲黑鬼啊都一樣好，有啲好瘦嘅，真係瘦到啊，真係成副骨咁嘅。所以話你任何人種啊，你包括係嗰啲咁嘅白人又好啊。墨西哥人又好啊，即系全世界都系有大只嘅，有斤斤细细嘅。特别有啲女嘅嗬，即系佢着件衫嚟讲咧，好似我咁着件衫嚟讲咧，就系唔觉得系瘦嘅。但系如果佢一除咗衫咧，咁你就见到佢真系皮包骨咁啦，就好似我咁嘅骨骼。所以好多嘢咧系有啲嘢天生嘅，佢唔系能够话衡量你。你嘅營養好唔好嘅所以正有啲人係咁講嘅，有啲人好羨慕啲肥嘅想增肥嘛？點解而家喺世界上好多人咧想買啲增肥丸嚟食嘅喎？咁都係冇效果嘅。咁好多人減肥啊，唔食肉啊，咁佢都瘦唔落嚟嘅喎。咁最大嘅一個例子咧，就係即係話以前咪有一個叫明星，日本明星嘅嗰個叫做咩明星我唔。就係佢係咁啊！佢50几岁開始減肥啊嘛，咁一直都減唔到。咁有啲人建議佢咧，就係話你減肥嘅過程中咧，就算你劇烈運動啊、頸渴，你都唔好飲水喎，因為你飲水啊對減肥冇好處啊。咁佢一直就係咁樣，即係為咗個身，即係個身形苗條啲，即係個男人嚟噶嘛。咁結果佢咪咁樣，後嚟咧就係。一次唱歌嘅時候咧，就突然間中個風，結果咧咁個癱咗啦。後嚟經過搶救醫治咧，好翻，好翻冇幾耐咧又復發因為所以佢因為邊個明星嘅佢都係想話個體型啊唔好咁肥啊嘛，咁但係。即係保持一種健康嘅體型啦，即係最理想嘅狀況咧，就係唔肥不埋唔瘦，即係保持咁但係世上嘅嘢咧，你係想，但係唔一定係輪到你想嘅呢樣嘢，就係咁簡單，係嘛？唔肥唔瘦係最好冇偏肥又冇偏瘦咁我呢啲係屬於偏瘦，但係即係呢啲係冇辦法，所以。但凡用營養嚟去形容我個生活，有冇得食咁樣，其實呢啲係冇科學根據嘅咁
有啲人嚟講，其實咧佢食粥啊都係會肥噶，食粥都會肥嚇，唔需要係咁樣啦。咁當然啦，你話朝鮮好多嘅嗰啲，除咗金肥子係肥之外，咁其他都係瘦。咁佢係瘦啊，營養不良啊，但係畢竟佢都唔會話皮包骨地嘅，但係嗰啲都係有肌肉嘅，佢只不過冇脂肪，但係佢係本身佢有肌肉嘅。所以好多嘢咧就係唔可以勉強，唔可以勉強做乜嘢都係順其自然啊！加自然咧，人咧就到咗一定嘅年齡咧，即係唔多唔少咧，就係會即係人嘅樣係會老噶啦。你話再好似以前後生係冇可能。咁所以好多嘢就係乜都好順其自然，最緊要咧就係乜都順其自然啦嚇，有好多嘢你冇可能話咩嘢。咁作為我哋啲咁嘅瘦人嚟講咧，其實咧，咁其實都係比較好襟老下嘅咁嚇。咁即係你話有時即係視頻嗰時候啊，咁樣你睇見我而家你睇到我好似啊睇唔出係瘦嘅，實證你係日光日白嘅時候你睇又唔同，係嘛？你巡山睇又唔同，係唔同性格嘅。所以關鍵就是在這方面，所以我雖然說我昨天是視頻了我媽，就是我視頻幫我大佬見面，那我媽看到我覺得不瘦的，那她覺得是不是反正比較心痛，其實有些事真的沒什麼必要太悲觀，如果是我是肥一點的整個肚腩，你又會怎樣想啊？其實很多事來說就是肥，有肥胖，很多疾病都是肥胖得來的，好像高血壓還有很多的瘦人咧，佢亦唔話代表一定係長壽嘅，但係瘦嘅嚟講咧，即係起碼喺即係血壓啊，喺各方面咧就係冇呢方面嘅疾病，但係有另外一些即係話容易骨痛咁係嘛啲嘢嚇，即係瘦人就係咁，所以好多嘢咧就係即係人嘅嘢就係最緊要一種順其自然，唔好強求啊。有些事就是這樣，那你有些事所以人是沒有十全十美的你看到很多很多男的這樣，即是肥有時長個肚腩你說是個將軍肚好不好看，其實有些人是不喜歡的，特別我也不喜歡我的肚腩很大的，你是因為那些肥的時候你肯定個肚腩絕對是大的，男女的肚腩是大的，其實一樣是有煩惱的，不可能沒有煩惱的，所以什麼都是即是樣樣東西看開的咯，所以我好像即是好像我大佬現在即是已經是即是當發現這個病已經三年了，現在有三年時間，其實真是一種奇蹟來的，希望我大佬呢就是希望不要太辛苦咯，是吧，就是這樣所以這個今晚你就是又是當是吹下水這樣，反正我先頭上一集視頻的時候我講過你拍視頻是有拍不是有拍，因為咁我係有部單反機啊嘛，又方便，而且我拍上去即係分享出去又容易。咁樣有冇人睇，我咪當練下口才，練下語言類嘅視頻咯，係嘛？因為我畢竟係做視頻嘅人啊嘛，咁你多練習啊，所以咁樣嘅一舉兩得啊，既可以睇到我喺洛杉磯嘅生活，我又可以練下嗰、那個咁嘅拍視頻的基本功，係嘛？唔知何來而不為嘅咁，所以我係有急，唔係有急咁嚇。但我會，係每一日有時間，我都會咁樣去出去抱一抱頭嘅。好，入到十分鐘啦，十分鐘啦噃。OK， 答啊，就一分鐘。